大家好，我是艾菲尔温妮播报3月22号礼拜二各星座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母羊座，在今天呢是青春洋溢，恋爱好运，复合成功。天秤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努力赚钱，业绩丰收哦，人气一级棒。天蝎座的朋友呢，今天是心情非常的愉快哦，光鲜亮丽呢，适合做一些美容护肤的活动。那么两名星座要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射手座的朋友哦，生活开销比较大，感觉呢和金钱无缘。摩羯座的朋友呢，今天喉咙有点发炎，声音比较沙哑哦。那么各星座在今天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4，土象星座请你用银色数字6，风象星座请你用粉红色数字8，水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1。